从今天开始，要不断的先做修心养性的工作，积德行善，做一个善人。当你是善人的时候，到哪里，人都对你很尊敬的，老天都会保佑你的，中邪都会远离你，所有福禄就会在你身边跟随你。你所做的一切就容易成就，所以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："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"很多人都把这句话解释错误了，认为说人不为己就是很自私的对自己，不对的。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，你不懂得修为自己，老天爷都放不过你的。所以每个人永远记住，从今天开始去做个善人。善人应该怎么做？从你的修行开始，去看好自己的身，管好自己的嘴，修好自己的心。那我相信啊，只要你等着把自己修好，其实简单的说就叫自律。我们叫自我管理，把自己管理好了，我们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，才能够把事业做得更好。所以，自律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